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非常感谢昨天的这个苍岩雀来包啊，有出这个朱雀签名速决啊，所以说我们的麦问哥啊，就有抽了一包这个朱雀啊，来学给我看哦，非常感谢他。好的，那我现在请他放出来哈。朱雀出来了，朱雀出来了。OK， 好像会看到朱雀打我的话不痛啊，700多敌人不太痛哦，比起青龙的话不太痛哦，但是他的特色是会补血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好像补了2000多滴吧，蛮补的哦，蛮补的。来砍他的朱雀好了，朱雀打人真的不痛。我问他一下好了，朱雀好用吗？朱雀好用吗？因为我没用过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能够访谈而已。朱雀好用吗？等一下，我忘记打个妈哦。朱雀好用这样子，好这样子好，这样朱雀好用吗？他以为我说很好用哦，要加个妈，朱雀好用吗？好，现在打字哈，麦文哥的话他打字两千多的微星呐，好，那我问他一次。有测试过可以补几只吗？有测试过可以，哎呀，好难打字啊，我的手太粗了。你打补几只吗？补几只吗 ？OK， 好，打完了，2000多微信，哎呀，这个测试又被消震哈。打我，好，我现在打他，好扁他，好难得他让我扁他，好了。哇，我才砍没他多少血，他的朱雀就补他了呢。好，继续砍他。哦，朱雀补的频率算蛮高的哦，继续砍他。我是不是要补个没显示范围啊？他朱雀补的这个数值好像不是很固定哦，有2400多，有2500多。好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量啊，没有特别低的情况下，他就补了哈，就把他补满了。好，我现在放一只小编来砍好了哈，来加快我打的速度。等一下哦，放一只就好了。放一只伏骑兵，放这个好了，巨虎豹骑，他说什么附近补得到，好，虎豹骑再帮忙砍了哈。虎豹骑我没有放出来，我刚刚收起来而已。OK， 好，虎豹骑帮忙打，好，加快打速度啊，看看打速度很快的话，哈，扣血量很快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狂补？这个频率真的，我觉得真的蛮高的呢，没想到他的血量几乎都保持全满了，我发现。这样子打完应该蛮好用的哦，这样打完应该很好用哦，应该好用哦，因为感觉频率蛮高啊，哦，频率很高，哦，频率感觉蛮高的哦，特性有显示。好，我现在再加一只兵好了哈，如果说两只兵的速度再打他的话，那个他的朱雀补得回来吗？好，两只，好，现在两只喽，好，加我自己再砍两只的。小兵的话应该有射围攻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射主动哈，要射围攻才对。OK， 就这样子，好像还是 OK 哦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哦。好，2428、2364，好，可以减缓他被伤害的那个速度啊，哦，应该还算 OK 的。好，如果说他没有带玄武的话，好，学朱雀来帮忙补，应该还算不错。不行了，好，这个，等一下。我的小兵是砍他朱雀的哈，小兵啊，卸下 ，OK 啊，频率很高，好，频率很高，打完好用，频率很高，哦，应该很实用，应该实用。为什么听到我儿子在哭啊？好像在外面玩的，可能跌倒之类吧，带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现在我老婆在顾，频率很高，应该实用。等一下我在打什么字啊？我在打频率很贵，应该实用，好吧，他应该看得懂，应该看得懂。OK， 你拒绝了麦问的组队邀请。我刚刚拒绝他，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呢。我组他一次好了哈，组队邀请。我刚没有注意到他组我。好，现在砍他。附近有方能补。好，现在请他打我吧。那你打我看看。你打我看看哦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损血啊。哦，所以他朱雀不会。不会帮我补。等一下，对哈，我可以放炼金化器啊。炼金放器不是，爸爸去找王。好啊 ，OK。好啊，我们去找王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找王。组队不可打。对，我笨了。哪边有王啊？好吧。我现在跟着他飞好了哈，他应该会到有网的地方去跟着他飞，应该静阳那边有网。
我忍嘞，我进阳东了吼，哦，跑快哦，跑快 ，OK， 飞我，好，我飞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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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送，好，测试看看啊，这个朱雀带朱雀打完的话好不好用啊？好，忍嘞，忍嘞，好，在这边，我把小兵给他放出来笑，说不定小兵可以补得到哦。好，牛筋，好来打牛筋，然后我就不补血啦，我就把这个补血都给他关掉哈，都给他关掉，好，来测试看看。好，我的小兵的血好像蛮稳的哦。我现在应该是确定有关掉吧？好，确定都有关了哈，确定都有关了哈。但是我的小兵的血啊，满满的啊，好满满的啊。我所以带朱雀的话一起打完还算蛮 OK 的哦。而且我现在没有吃补品啊，但是我的血量也跳的不是特别快啊，哦，慢慢的跳而已哦，而且还会被补回来，欸，很赞哎，大家讲一下哦，很赞耶，小兵，我小兵有补到，好，我小兵有补到哈，我小兵有补到，确定有补到啊，哦，因为我的小兵除了这个巨象它的血量稍微低了一些些之外，其他的兵的血量都是全满的哦。好，代表说是有补到的，那巨象为什么血量会比较低啊？但就是应该就是它范围攻击的关系吧，所以就被比较多小兵要打哈，所以奶不太回来。我自己也快挂了，我自己可能要补一下墙面哈，不然我可能会挂掉，补个一下就好了，意思一下哈。因为我现在可能也被一些小怪集火。好，我把自己补回来，我把自己补回来哈。我现在完全没有射任何的补血，我把自己补回来，这样子没有问题哦，这样应该可以轻松打完。哦，那我这时候的话，我再搭配我的最强技能，哦，就是这个冰封咒，这个我先关掉哈，就是那个不是冰封咒啊，那个冰雹，哦，再加上武技封咒的话，好像打很快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比较暗哦，我现在在户外，哦，在户外比较暗一点，所以看东西要看比较久，有些时候会眼馋没看到。哎，对吼，我们军团朋友已经在组队吼，鬼谷孔已经在家了吼，待会就要打国战了。所以带了朱雀之后啊，可以专心输出吼。方式的话应该可以专心输出了吼，朱雀的话可以帮忙鼓。然后如果说有其他朋友一起组队的话吼，也不错啊，就是可以帮忙补一下小兵，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补小兵可能补不太回来。哎呀，挂掉了！哎呀，可恶，没注意到。等一下哦，我原地复活好了。哎呀，只剩一张复活卷轴。哎呀，感谢麦文哥哦，复活了。好 ，OK 啦 ，OK 啦，好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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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用啊！好，感谢麦文哥啊，我们要准备打国战了哈，待会一起打国战了。好，因为我们是同样都是魏国的哈，一起征战四方了，拜拜。